空难伤者后送高雄，徐宇杰母激动暴虐。我好想看到他，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今天考上了，考上了高考了。我想做什么事？待会就看到他。前晚在机场哭倒的澎湖县府主机处员徐宇杰母亲，一早就到医院守候，等待军机将伤者后送回高雄。救护车抵达时，他早已按耐不住，焦急全写在脸上。前面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让他撞到啊！马哥，你们先别让，真的危险！你们这些记者救人要紧呐！拜托你们都看好不好？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！我给他瞄一下吧。你赶紧立马急转。点头了，哎呀，点头了。后来我就让他医生叫我妈妈来了。昨天开始就已经全院都在准备。哎呦，放个电话，阿公阿妈，就是说他受伤，叫的不要烦，不要操心了。有靠放心不？啊，当然的靠放心啦，因为这是不幸中来的大幸，下头会使。伊即马是甲阿公伊治治最好。董新闻高雄报道。